他很对我们很好，对我们父母很好了。他我们我去吉隆坡，他带我们去玩，去吃什么东西。我就又租房，有时候我们去阿罗去槟城看病，他们就来槟城租 hotel 给我们住一晚，跟着我们看医生，一点都没有了。我们时常就跟他联络电话，可是现在不能了，人都没有了。